大家好，我是神父。今日老太家讲下，人呢一世要几多年要寿命，要在世在上面呢，做些点。啊，人呢一世做些在点，点将来，点唔忙，点下次，点有时间，点有条件，点有钱。但系后来点来点去，点到冇可缘分，冇可青春，点到最后冇咪健康，冇咪机会，冇可生产。点到来诶，只有遗憾，只有后悔，尤其系自家终结失去父母。等于要行路诶，挨住放心咯；等于饭好诶，挨住放心咯；等于靠到太好诶，挨住放心咯；等于前头分工挨住放心咯；等于前头得对象诶，挨住放心咯；等于结婚挨住放心咯；等于生小仔挨住放心咯；等于照顾阿侄孙挨住放心咯；等阿孙要行路挨住放心咯；等阿孙饭好挨住放心咯；等阿孙读太好挨住放心咯。但系可惜到最后，佢阿冇拎自家享受，做起用招待，我就最近去诶，做起电台，人生六十五块。一点贫穷不可以点，因为时间久害你只有穷干；健康不可以点，因为身体无害，人生的一切就无害；教育不可以点，因为小孩子是没好好，大孩子就好难求真了；孝敬不可以点，因为父母教害，想孝敬就无机会了；有钱不可以点，因为无害友谊，想唔孤独就无可能啊；包容不可以点，因为时间易逝，再多钱也买不准啊；记得唔赚唔好，有钱唔好闲。唔怕餐得少，就怕食得少。留得天公作业，来讲餐唔来。有福唔好等，儿孙的自有儿孙福。唔好为何儿孙重要嘛？爱争取时间来享受眼前福。唔好为儿孙的过分操劳，疲劳喺天公阿天爷杀笑。要爱唔好放，人生短暂的，遇到痛时呢唔容易。唔理系爱还是偏爱，做起缘分就应该享受。风高建议的今生就永不再来哦。要去唔好想，人生在世的各自就有难样咪见，老难破一题。遇到喜事的爱情人同意，一吐为开，太吐为爱。要去唔好记，心空开发，人生为快。小事糊涂的，事事的看淡，人言不假，口恨不记，保持人嘅只有一张好心情，故人喺长寿三不敌。不敌人言，不敌年龄，不敌疾病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人生太匆匆诶，莫将遗憾留俾自家。把握眼前诶时光诶，真系最重要诶事。喺讲系讲定，咪记得点赞落转发啊！各位观众啊，仲有一位高太高两边关注神父微信公众号，首先点上面几只蓝色字，然后再点关注，关注之后每日都有神父高效视频更新。多谢太高。